记者丁伟杰嘉义报道。嘉义市杰出演艺团队龙凤儿舞蹈团结合创立近百年的慈济宫驾前如意镇玉堂，今晚在一家婚宴会馆以平安福宴的半桌方式公演，展现街头舞蹈与传统家将一镇文化跨界交流的创意，表演张力十足，现场席开35桌，让观众目不转睛，惊叹连连。龙凤儿舞蹈团执行长邱美萱说，舞蹈团成立至今2年，今年参与嘉义市文化局演艺团队跨界媒合补助计划，透过与慈济宫驾前如意镇玉堂跨界结合，跳脱以往的表现方式，并借由成果展售票收入自给自足。第一场公演已于9月举行，获得各界好评。第二场公演以舞现代传新意，现代舞以当代为主题，350张入场门票全数卖光，以多元的舞蹈风格呈现给支持爱护舞蹈团的观众。为让观众体验妙城文化，主办单位在婚宴会馆入口搭建平安浮桥，让来宾入场时感受福气满盈。舞台搭配声光影音效果，营造大型歌厅秀场氛围。而展演舞马多元，镇玉堂家将成员与表演电音街舞的小朋友伴舞，另有森巴嘉年华、百老汇女郎风情、上海滩旗袍妹舞等表演，现场气氛嗨翻天。